现在让我们补习班第二帅老师跟大家讲讲话。哦，是我吗？对。学生快要断考，有什么话跟他们讲？耶。对，这是江什么周荣哈，中秋节快乐，考试加油，祝大家好好考肉，不要读书。哎，开玩笑，中秋节快乐，祝大家。要讲中秋节，讲断考快乐。好好，断考快乐。还会剪掉吗？会。你会剪掉吗？我会剪掉。考试加油，考试加油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潘金，这是我们补习班最近最帅的数学老师，补习班去年最帅的，被打入冷宫，忘记了。补习班最像谐星的老师。好，现在在韩式烧烤地方教你怎么快速剥虾。对，来，快速剥虾法。That's right。嘉欣学的单换完。对。身体这样折一下。嗯。把它拉开。对。然后稍微可以转一下。啊、如果太熟的话，可就粘住了。对。先示范一次给你们看吧。再折一下嘛。哎呦，有架势呢。哎呦，这次我们赶路。我们来挑战的。然后我收回自己的快手。OK， 结束，飞的时间。快速管吃掉。快。好，换我。我应该也可以。好，第一个步骤，这种大虾子把头去掉，然后给弯，好，折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为大家介绍个澎湖人，最会剥虾人。开玩笑，澎湖人，对不对？先把头折掉，对，拿给陆安老师。我们最弱的选手，最强的选手，先把头剥掉，对不对？我讲过了，真的。拿给陆安老师。好了，给陆安老师吃。好，然后这个折一下，对不对？这样折到吗？我要看看刚刚的我。哈哈哈哈哈！看看刚刚的我。哦，等下他。腰弯，腰弯。这个太熟了。腰弯了，不会怎么样。好。反正你这么久，到时候还是剪掉了。不要慌，不要慌。干，等一下，好了，完成。把那个叉子撕掉。好，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快考试了，考试快到了，考试加油！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喜欢凡谦的话，记得在右下角点个订阅 ，OK？ 看，记得开小铃铛哦，记得哦，有想点订阅哦，订阅哦，没订阅我就揍你一拳。没订阅我就揍你一拳。